另外，从一对传动啮合来看，我们在这儿重点了解一下呢，就是涡轮涡杆传动的啮合正确啮合条件啊。那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呃，对于这个斜齿轮，斜齿轮正捏啮合条件就是轴线平行的时候啊。那我们知道，要求呢，除了模数、压力要相等，另外呢，还要螺旋角必须大小相等，旋向相反。对外啮合来，要旋向要相反。 但对于一对交错轴呢，那我们知道它的正确啮合条件就是要轴夹角，要保证呢在啮合部位齿如果相切的话，那你这个螺旋角的呃绝对值的之和啊，那你这个如果同旋向相同的话，那你之和要等于轴夹角。那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轴夹角呢，现在是九十度啊，轴夹角这 那这时候我们说，轴夹角等于两个螺旋角的之和。那么显螺旋角是小于九十度的。由此可见呢，我们说涡轮涡杆传动啊，它如果要是轴线啊，轴夹角是九十度的话，那你这涡杆的首先是要求保证两个旋向的必须相同的。那也就是说呢，同为左旋或者同为右旋，必须这样才能它的轴夹角才能绝对值才能相加。 所以才能形成这个，所以这是一个特点啊。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正确捏合条件是一个什么呢？在我们在研究涡轮蜗杆的呃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就是现在我们来研究研究呢一对这个涡轮涡杆传动啊。那么这个呢是涡杆，那么这个是涡轮。那么现在呢，我们过这个轴线啊，过涡杆的轴线，做垂直于涡轮轴线的一个面。 这个面，我们看这个闪动的这个这样的面，实际上就是一个平面。在这个平面，我们把这个面呢叫做中间平面啊。在中间平面呢，那这时候呢，我们看这个窝杆的齿形啊，实质上的这个齿形它是直线啊，而且这个齿形角呢等于压力角啊，这个齿形角等于压，实际上是相当于一个齿条了啊，这个就相当于齿条了。 那么我们知道涡轮的形成呢，涡轮的加工呢是利用这样一个刀具，利用范成原理呢来加工出来的啊。所以这时候呢，根据齿廓啮合基本定理的话，如果这是直线的话，那么被切齿轮呢，它一定是渐开线啊。这个齿廓呢，在这个面内呢，它一定是渐开线，也就是涡轮在中间平面内的齿形呢，它一定是渐开线。那这样呢，我们可以看作呢。 这个蜗杆与蜗轮啊，在这个面内呢，它实际上是相当于一个这个齿条与齿轮的这个啮合啊，所以我们把这个齿轮与齿条的在中间平面内啊，也就是对这个刀具来说啊，那么这个面呢，它是直线尺，所以加工出来的这个齿轮呢是渐开线。那我们把这个蜗杆呢。 如果我们在过这个垂直于轴面这个端面来抛开的话，这个蜗杆的这个齿形呢，就是与这个面的这个交线这个齿形呢，将来是一个阿基米德螺线，啊，是一个阿基米德螺线。因此呢，我们把这个蜗杆呢也叫阿基米德蜗杆，啊，那么用这样一个蜗杆刀具加工出来这个涡轮呢，它一定是一个阿基米德蜗杆传动，啊，就是涡轮蜗蜗杆传动。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阿基米德蜗杆传动呢，在中间平面内，啊，也就是过蜗杆所在的垂直于涡轮这个轴线的这个平面，它相当一个齿条啊，直线齿廓的齿条与渐开线齿轮的粘合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想它的正确粘合条件是什么呢？这就又用到我们前边啊，直齿轮的齿条与齿轮的这个粘合。 它的啮合呢，就是要求两个轮的，或者齿条与齿轮的这个，在这个面内的模数压力角要分别相等啊。那么我们可以看，那么正确啮合条件呢，我们就可以得出呢。但是对于这个齿条来说，对蜗杆来讲，它是轴面内的参数啊，所以轴面内的齿距，我们就用 p_x1 来表示。 啊，这个表示呢，轴面内参数，蜗杆轴面内的参数啊。那么这时候它等于派 m x 啊。那么对于这个涡轮来说，它属于端面啊。端面呢，我们都用下角标 t 来表示。所以这时候呢，它的齿距用 p t 二啊，二是表示涡轮啊这样一个参数表示。那么在这个面内的齿距呢，应该相等。 啊，正经角和条件持续相等，那就意味着呢，在这个面内的模数和压力角呢，这个分别相等啊。就是由持续相等，我们可以导出模数、压力角分别相等。那么也就是，用涡轮端面内的模数和端面压力角应该分别等于涡杆轴面内的模数和轴面内压力角啊。而且应该取呢标准值啊，这个应该取标准值。 这是它的一个正确粘合条件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那我们还要考虑，由于这个还要保证呢，这个齿线呢必须相切啊，这两齿在啮合部位的齿线要相切。那么相切的话，那我们想，由于这个它的导成角是伽马啊，一应该和螺杆的螺旋角呢是个余弦关呃互余关系啊。那么我们有这个关系。那么由于蜗杆和 这个导程角呢，它和这个是互余的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得出呢，对于九十度的话，那我们知道，呃，贝塔一加伽马一是等于九十度的啊。贝塔一再加上贝塔二呢，这是满足呢轴夹角要等于九十度，就是两个螺旋角的之和呢应该等于九十度。这也是由前边儿这个我们说由由由前边的交错轴斜齿轮传动啊。 这个结论得了啥？那么我们就这样，就我们可以推知呢，这个两个必须相切的话，就是涡杆的导程角应该等于呢涡轮的这个螺旋角啊，必须相等。只有在这个条件下，也就是在这个条件下呢，那么这时候呢，你的两涡轮涡杆轴夹角在九十度的情况下，那你这保证呢，你这个齿线呢是相切的，才能正形啮合。 那么这个就是涡轮涡杆传动的正确捏合条件。那么这个是我们介绍的这个涡轮涡杆传动的一个特点啊。当然，我们说研究一对捏合传动的时候呢，你还要注意这个中心距啊。那中心距呢，我们同样，那么也等于呢两个分度圆的半径之和啊，就是涡杆的分度圆半径和这涡轮的分度圆半径啊。这个呢，我们就在这儿就讲到这儿。